Hello， 各位喜欢足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在2023年6月28号礼拜三的晚间，在7点钟的时候，我们透过博斯运动频道以及在 CTFA TV 的YouTube 的频道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年的七月甲级足球联赛，目前呢占据联盟龙头宝座的这个台南台钢要出战的是 Futuro。这场比赛呢，是我有杨博基及邱斌、徐有成为大家带来球赛的转播夫阿菊晚安，主播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菊徐有成。往门前送，结果先被顶开，哇！突然起脚的劲射，哇！段誉这个扑的刚刚好，前扑之后把球的来势给挡住了。哦，现在场上绕过来起脚，哈哈！段誉先把路封住了，哇哦 ，Marco！目前还没到站，哇！真是太有机会。哎呀，菠菜有很好的空间可以拿球，但是可以看到台钢这边非常漂亮的一个游手转攻机会，哇，有这次传中可惜啊 ，Cam 几 B， 各队都很清楚，安颖认识乃是台钢这边重要的一个进攻机会，但是这一次有机会吗？清早第二波，哎呀呀！现在让手榴弹的一个攻势，哇哇哦！这个出其不意啊，高山勋，我刚看到高山勋的这一脚的射门打的是非常非常精准的，当然周边也没有任何的防守选手去影响到他的一个出脚的一个空间与角度哦，所以这一球对于潘文杰来讲，有点料想不到说高山勋会在这个位置去进行远射。你看到这一球怎么样都好像没有办法把这一球给出出去的情况下，刚好这一球是落到了高山勋的脚下，让高山勋有了这一次在禁区外的这个射门机会。好，左半边的球门，哇哟，中了门没弹出来，没有过球门线。哇，这球又是打在门梁上。很可惜啊，今天这场比赛里会发现到这乃至台钢这种边路吊中的一个情形都可以很精准的送到队友脚下，但是却没有办法能够有投水的攻门。哇，现在这一次看了有没有越位啊，哦，门前空啦，越位啦。哇，这个射门！哇，哇有了！哇，Futuro，今天不想再当和局之王了，横山翔平。哇，这个角度真的不好处理，但是帮他处理进去了。横山翔平这个射门，其实前方在乃至台钢这边防守的选手也有去拦阻他的这个角度啊，那潘文杰也知道说也封堵住角度之后，没想到横山翔平还是继续打这个同样一侧的一个方向啊。有机会，可惜，但好像是受到对手的一个碰到这一颗球啊。第一个门柱头顶没有。后面再起脚，还是没有，哎、还是没进啊！这些射门其实都是期望进球值非常低的，也就是进球几率是很低的情况。所以安颖今天跟马可这种搭配，创造出马可的射门，其实都没有太多的一些威胁。好，这场比赛最后恭喜 Futuro 是终止在这一波台钢的这个胜利，二连胜，五连胜。那当然。最后这场比赛是2-0，靠着高山勋，啊，以及在上半场这个率先进球的情况下，让在下半场之后呢，再追加一分保险分，啊，在最终是带走3分的积分呢，Futuro是拿下这场比赛胜利的。